水浸着就行了。你水浸着。我妈今天找你有什么事吗？你们房间网还好吗？争抢成功。嗨，好，开始了。开始了。晚上好。晚上好。兔兔在催。天哪。那个大家晚上好。我现在在我们队一人小徐的房间里。我就还有点长了。然后今天开直播的主要目的呢是直播拆一下昨天圣诞冷餐会时候收到的礼物。对，在大概搬到他房间，因为我房间太乱了，然后就借了一个角落来囤一下东西。看得到吗？就后面这批。对，先拆一个最大的吧。那你能帮我请一下假吗？我晚上晚点再去，刚开始。我跳两遍，我估计回来。我一会儿再跳。我跳熟了。我今跳4个小时。哦，这个好。我不想跟他们这群小笨蛋们。你说小笨蛋，我直播呢。没关系。他们会抓到证据的。没事。妙，你要去了吗？他们要让我请公平对待 H 六。看不到我。啊。你怎么？为什么不来报名去玩游戏呢？有人来了，这个应该是个抱枕吧？啊，它的开头在哪？在这里。个粉红色的丝带缠着，哎，你怎么讲？哇塞！帮我请个假，我一会儿过去。当然不可能。我刚开始，不知道啊，这是什么？我先拆一下，这是个纸，等一会儿吧。被子吗？妮妮在这里。你好聪明。这是什么毯子？我以为是抱枕。这是抱枕啊。哇塞，两只这么大这么肥，刘佩欣房间都没地儿放了。天哪，这个就坐地儿吧。这是鲸鱼吗？哇，厉害的，怎么缠起来了？可以。鲸鱼抱着睡觉的。黑色是眼睛吗？这是海豚。这是海豹。哦，海豹，海豹。哦，里面有纸片吗？没有纸条。好了。找到了这个，我还有袋子。大虎鲸海豹枕，哦，是个枕头。这样有介绍，我再看一下。还有领养须知，好吧，我已经把它领养了，我会好好照顾它的。今天晚上就试一下这个枕头的感觉。好，谢谢这位朋友，我还没有看到啊，这里有署名。好，谢谢你，看到了，我还画了一些画。挺可爱的，草帽背心，还有葫芦岛特产鱼酱，猴子跟向日葵。谢谢。那我先把这个收起来了。我拿了一个装信封的盒子。小徐的房间在放电视剧，就是背景音有点，而且他在看家庭伦理。这里是我的一个盒子，这个是2011年圣诞的时候，就是
在场福袋里面的那个信封，然后300多封在这里吧。当时比较小，是个正方形，长正方形这样。我强迫症很严重，还按照颜色把它们分开了。然后这些是第二年那个福袋里送的那个贺卡，然后观众写的东西在这里。去年是这样的，有个这样的样子，我手机20的电话。先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吧。然后第一个我们拆完了，来看看第二个。这个是个中通快递邮过来的，然后剧场要先检查嘛，然后就已经拆开了，没有违禁物品，所以交到了我的手里。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哇，红色的盒子。不能把徐人的房间弄太乱，我要一边拆一边已经出来了，一边拆一边整理。这是第二个，这是什么？看一下贺纸，卡片，明信片。哦，是定做的这个卡片类的。快点排练了。哦，那我可以先请个假吗？我一会儿自己再练。你干啥呢？我刚开直播。这就尴尬了。怪兽，你不要在这偷笑。我马上就去。马上是啥时候？半个小时。你们先抠动作，我会跳。你是不是在直播跟生日有关的东西？对，我昨天说今天要搞。Hello， 我马上过，你们先抠一下。我是队长带来的小兵。是，我先请个假。我先请了个假，扣钱。我昨天已经交80块了，因为睡过头没赶上班车。哦，这个是这样的台历，12张，好，都收到了。下面还有一封信。哦，这个是有那个，是这样立起来的吗？这种。哦，我头一次看到这种的，可以自己换的是吗？哎，这怎么收起来呢？把它放到这个小盒子里。直播拆快递的感觉，有一种自己是什么旅行博主啊，美妆博主那种开箱的那种感觉。那收礼物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心情，谢谢大家给我这份可以开心的机会。算了。放回去，这样。这里是信，知道是谁送的，其实，是一个自送。看写了这么多。人好久没有见了，是在外地的。你们觉得呢？换 ID 了。那我要改名叫金贝了吗？那你还想当张果？但是换 ID 还是有一些能够认出来的，就是字体在里面，感觉就是很像。你工作也要加油啊！不用担心我很好。因为太远了嘛，没办法看生日公演也没关系。谢谢你的礼物。我收起来了，把信跟礼物放在一起。谢谢。那我再看一个，这个旁边就是之前
二月份收到的吧，还是一月底来着，就是一个快递，也是在剧场收到的，没有违禁物品，然后拿到的时候已经拆开了，本来还有袋子的，是一套长歌型的套服，还蛮还原的，我之前比了一下，就是李长歌的第一套衣服，放在房间里有一段时间了，已经染上了一个衣柜里的味道。然后这个是信，我有看到，因为有些快递有的时候可能会收不到嘛，那种饭会发私信问有没有收到，没办法回复，所以现在直播可以就是告诉你我收到啦，谢谢，谢谢你的礼物。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拍吧，因为我的头发太短了。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再穿上去看一下。可是你哥哥呀，他没接着的事情，夏达老师的长歌行现在虽然停刊了，但是因为也是追了很多年嘛，就一直很喜欢。BGM 是外面那个，我换个台好，这边人都不在。谢谢你，我看到信了，我先调个台，替我在你哥哥面前说说好话呀。你家气在哪？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如果他不原谅你，他早就原谅我了。是的，徐人把遥控器藏哪儿了？你这么一讲，我心里受不得了呀。你们怎么也不让我坐下？我可不可以关一下？好了，关掉它。不知道遥控器在哪儿，就把那个关掉。嗨，哎，说到哪儿了？刚才，对，这个信，这个礼物，刚刚拆的第三份，那我先把它放进去了。信纸有，我放在一起。突然世界感觉安静了呢。对，一人的房间，他们，我刚刚请了假，他们现在要去排练，估计他们很快又要回来了。今天又学了一首新的公演歌，然后抠到了晚上7点钟，先把它放在这儿。然后第四个看哪个，看这个吧，这是在那个咖啡店收到的16份里面之一，看一下这个是，这是什么，拆开了，兔子吗？兔子啊，手感好好，我记得之前我还有一个灰色，也就是浅灰色的，手感超级好，毛茸茸的，但是没有时代的手感好。谢谢，好可爱。我把盒子先拆掉了。哦，这个是这个牌子收据，然后这个袋子里还有应援服，就去年夏天的应援服。哇塞，这里面还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什么？这个是什么？博物杂志出品，是那种小的模型。哇，真的是，看这个是藏狐，有彩色的，然后里面真的有一个藏狐，我是这种，哦，这个是一个，那其他四个应该也是这样，
穿山甲，中华穿山甲。我看到穿山甲，突然想起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在那个海关被查了几十吨穿山甲的那个冷冻体，因为总有人要吃它们，所以最近好像数量急剧减少，所以真的怎么说呢，都是偏方嘛，说吃它补身体，然后有很多那种追求身体健康的人去找，但其实好像并没有什么作用的。反正我从小到大是没有看过活的穿山甲。谢谢你的玩具，我把它摆在柜子里。这好像都是一些动物的啊，这是三指树懒，看看树懒。树懒，我有那个背包，好像是也是三指。哇，这个还配字，终于爬上来啦！我已经想象到它的造型了，跟这个纸上面一样，就长这样，爬上来，哇，挂在上面，然后三只。还有两只，哦，这个大耳刺猬，有大耳朵的刺猬吗？它上面写的是它是抠脚小次郎，这个介绍也是，哇，还挺可爱的，这样。像个小老鼠，就看起来真是个刺猬呀。第四只，第五只是喜马拉雅旱赖，没有见过。看看长什么样子。哇，他跟别人不一样的，他还有个拐杖，不是拐杖，他有个靠背，很有地位的感觉。这样，然后旁边还有个这个，哦，他是这样的，这样吧，还吃东西呢，在嘴里。好，谢谢，五只我都收到了。还有个小兔子，看看是谁送的呢？有没有纸片？哦，还有一个，下面还有一本书。哦，看一下，生日快乐的贺卡，好大一张。礼物都是零零碎碎的坠饰、摆件和闲服，没关系，谢谢。我挺喜欢的这些，就是这里面最喜欢的是个小刺猬，好可爱的耶！谢谢，把它们放到袋子里。这个还是放一个盒子里，然后再放袋子里。这本书有时间我再看一下吧，现在就不拆了，拆开感觉会弄。已经开开了吗？你先放回袋子里。刚刚排练完，错过了吃晚饭的时间。我还在想，今天再吃夜宵，感觉就太罪恶了。昨天我们吃完都快凌晨一点半了。看看，怎么了？
继续留着吧。第五个，这个吧，啊，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盒，礼物盒，很常见的礼物盒，衣服在盒子里，有白色的，哦，这个是信封，看一下这个衣服。我穿的就是在房间里平常穿的T太随意，然后刚排练完直接换。这是什么衣服？裙子，不是衣服，是裙子。哇塞，尺码是多大的呀？应该不是均码吧？啊 ，M， 这 M 还挺宽松的感觉，是纯棉的这种。谢谢，收到了。这是开的第一件衣服。哦，算了，我再把它叠回去吧。应该挂到衣柜里。先叠回去。正好有这个折痕，很好叠。会把电视关掉，安静了好多。如果再拿个手机过来就好。耶，这个是什么？是那个香薰的东西吗？唇膏？拧不开。哦，是唇膏，刚刚粘住了。这样，绿色的唇膏，天然的东西吗？看一下，使用期限到2017年9月，还挺润的，没有什么味道，还挺实用，是个木头的盒子。谢谢，我再看看是谁送的，嘻嘻嘻嘻嘻。ID 直接写在了信封外面。哇塞，这个是个信纸，档案专用纸，暴露了大学。看一下，保持心情愉悦。好的，童年。月生，哦，同年同月，就是96年1月。哦，谢谢。啊，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每次写的信，觉得第二次看的时候会比第一次看的感觉要更棒。把它们集到一起，有时间。没事的时候看一看，还挺好的。从大家那里获得了很多力量的感觉。完了，我这个形状破坏掉了，跟刚刚拆开的时候感觉不一样。放回去了，立在这里。你们怎么知道是谁送？你们互相都知道吗？那我开始第六个了。第六个，你们觉得后面哪一个？呀，这个吧。这是什么？哇！这个是，这是我们队的标识吗？这是 H2 的，对啊，是啊，
哇，连日期都写了，2014年10月24日，出道了，赶紧带上看一看。这是新出的应援帽，我没看到有卖的。嗯，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哦。哦，这个是做之前那个法批的，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同一个人。谢谢，天哪，好酷啊！这个橘色很正宗，还是刺绣的感觉。这个帽子可以最近流行起来，戴起来了。啊，然后这里面掉了一个我昨天在那个剧场，就是二楼那个大家布置那个展厅拿回来的这个兔子嘛，我看到在那儿放着，然后我就拿回来。这个兔子很像一个什么，就像可以插东西立起来的这个鼻子。第六份是个帽子。第七份，啊，好重，换了一个吧，这个吧，哦，这个是两个在一起的，这个我昨天在咖啡厅看了，这样的卡包，好可爱呀，我要拆开吗？我现在没有什么卡可以放进去，有好多钥匙 ，A 牌的，这个。这算第八份了，已经。这个小兔子，这是抓娃娃抓到的，好眼熟。哇塞，送了我一本我的生写，这是神龙吗？我看一眼啊，我买到了一半。嗯，哦，这是第一版公证。不是公众照，就是生写。哦，是我个人的，没有合照的。一二三，这是第二套，第三套。哦，这两个情人节2014、2015年的。哦，我没有这两张。哇，这个好齐啊！是不是出坑了？所以把生写送了。我看一看。没有写 ID 吗？没有写。哦，这个是出坑了送我的吗？应该不是吧？是吗？我看一看，真的没有写 ID。但是语气看起来很亲切，应该不是吧？啊，不可能！这个为什么不写 ID？好好好，我知道是谁，吓我一跳，真是。好好好好好，真厉害了。虽然我自己都是从，就是很多从淘宝上买，就是生写，但是也买不起，差了好多套。还好没有合照。哇，这个我都没见过，这是我什么时候拍的？这是我拍的吗？我都没有记忆了。我这个魔法师的我也没有，从后面这里我都没有了。好傻呀！风声大赏说，我为什么会穿这个衣服？我拒绝，我明年我要穿小裙子。这个我也没有。这个我记得我是跟艺人拍，那天还要赶飞机，拍完去机场，特别肿。那天早上起来，这个我也没有，这个是，哎呦哎呦，那个写真集里的吗？哇
哇塞，越到后面就感觉我们修图师上线了。哇，这张我也没有，我都没见过这个，我都没见过这个，这个什么时候发售的？哦，这个我也没见过，这个我好像签过名，但是我没有。哇塞，我的男装这么好看吗？给我 P 的，真是太良心了。本来我那天这里还长了一个痘来着。我那天长了一个痘，看来遮瑕遮的也不错，太好了，谢谢。生写真的是满满的回忆，两年半，哇塞，我会好好留着的。为什么突然送我一套生写呢？谢谢谢谢。啊，这还有一件。就这个是什么吗？这个是我之前想买，但是我到日本那边，我发现成套买比较划算，会送那个纸笔拍立得，但是我没有钱了，而且我连一件我都买不起，我都没有买。这个是娘娘跟麻里子合照的，这个还有阿正跟娘娘，还有优子，还有。六件我记得是，后面的我都没有见过。XL 这么大，我可以当，我比一下啊。我记得 M 的话就可以嘞。XL 是我自己之前说的吗？我都忘记了。哇，这也太大了吧！天哪，我是一个200斤的胖子。我觉得可以把它我自己改一下，我把它变个收腰款。你真的穿上去像个200斤的胖子，我你看我现在这里，这个码也太大了，可以当什么呢？浴袍穿。哎，不过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当时没钱买了，我买了。那个长线演唱会外面那个长线的，哎，日本卖那个周边真的好贵，不像你们卖那么便宜，是吧？应援服卖的都很实在，把它放回去。哇，收藏，对对对，收藏，不穿收藏也没有。第几个了？八个了，好像。八个，那我们开始第九个。第九个，这个吧。啊，这个也是我之前收到的。这个翻新的在国外，还送了我好多挂件，做的。本来是要给我们队的，但是我还没有给。我今天去给发一下，礼物都收在一起了。哦，这上面有写双面的自用的。哦，给蜜的我已经给了，好像还有卖家店铺。这个信我之前也看了，我已经拆开过了，我把它放到一起再看一眼吧。1月7号在我生日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然后隔了很久我收到，也不是很久吧，因为剧场要审核，然后快递啊什么在路上。你字很好看哦，你的字很好看，把我收起来了，学习加油，有机会再来剧场吧。啊，对，这个里面还有那个谱子，架子鼓的谱子，写给我的，我放到房间里了，没有放到袋子里。那就第十个了。哎呀，这个好重啊！我把这个拿来吧，我看一下。
天哪，这里面是不是我放了很多东西？哦，这个是单独的一个礼物，也是之前收到的，是一个日本的饭送的，然后有写信，我都收在那个盒子里了。这是个小兔子带的，好像是兔子吧。谢谢。然后里面我这个是化妆刷吗？一个化妆刷，腮红的吗？还是什么？都可以用吧。这个算第十个吗？这个算第十个了，放到小袋子里。这个是第十一个，第十一个里面集了很多东西，我在怀疑是不是大家凑在一起送的。先看一下里面有什么。这一个 KC 啊，不是，这一个边夹是罗裙吗？里面哦，真的是一件大衣啊，不对，是一个斗篷。这个斗篷哇，厚厚的。我现在穿个 T 会不会很奇怪？比一下吧，大概穿上就是这样。然后里面还有，哦，还有一个裙子，这是成套的呀，都帮我搭配好了。哦，这个真的是冬天可以穿，下面是裙子，然后上面是斗篷。然后里面还有，也给我了，里面给我搭了这个深橙色的，有点纯棉感，还挺舒服的。怪不得这么重，我是一套的衣服。这个是什么？这是放到里面的那个薰衣草香的袋子。然后有一个这个。看我收到的跟你们送的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被扣下来。我收到就是这个，然后有这个，然后耳包，上海冬天人不太动耳朵，这就是装饰用的。还有蓝色的这个钻，然后有一个这个是什么？完了，我的手机快没电了。哦，这个是自拍灯吗？感觉很好用，我救下鸡啊！朋友们，一个位置，快快快快快快快！不要关机啊！充上了吗？插在了这个插排上面。哦，充上了。呀，好乱呢，给小徐房间弄的，我一会儿收拾一下。里面还有一个手链吗？手链还是项链？啊，还有茶叶，是茶叶吗？菊花茶，对吧？我猜是菊花茶。这个是什么？我们回来啦，还在直播。对呀、啊，不好意思啊，我马上收拾。我刚拆了一半。我电视机怎么关了？嗯，我关的。啊？啊，我关了那个电源，因为他实在说了太多，太多听不懂的话。怎么样，喵？你觉得今天那个舞蹈？简单的，为什么你们会排那么久？嗯，因为站位啊。站位也挺简单的。我，站位你不知道，在排的过程中是十分复杂的。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哎，是小笨蛋们的问题。我的遥控器我也找了半天没找到，所以我把电源关了。你去按下电源，你就开开了。
要一个大头。看，我刚刚看到一个不对的这个帽子，应该是最近出来不卖的。看了半天。哦。那看这个手机给我。我要找一个大点的袋子，把它们放到一起。找不到了，找不到怎么办？这个差不多，这个可以摞起来。然后我一会儿拎走，扔到储藏室那边，我再放一下。我得慢慢清理一下这个袋子，太多了。上多少电了？哦，6%的电。嗯，会挡到你吗？这样，我要不再来一点。请打扫一下卫生。继续第几个了，数过来了。哎呀，快了，这个这是一本书，这好二维码，去再扫一扫，再扫一扫，这是什么书？设计性设计的吗？好饿呀，怎么办呢？没有字哎，这个纸条没有字啊，这个是个书签应该。打碎花的小朋友。没有东西。再美的人也会憔悴。你不要把你的朋友圈念出来。你看吧。这一条。我看一下这个。你大伯发。好像没有留下名字是谁送的。每次看大碎的朋友圈都会想。是谁送的？完了，你们的对话被人听到了。32。哎，我怎么似曾相识这个东西？刚刚我是不是看到一个他兄弟？没错，哦，他们是一对儿的。把他们放在一起，在皮卡丘。这个音乐真的好诡异啊，这个 BGM。 美女与野兽的代表，是个钱包，黑色的。里面有钱吗？没有。太哇，有好多钱！天哪，这么厚。哇塞，太厉害了，这男的。这男的把他的，把这个女的气坏了是吧？净身出户。有人说黑色的钱包不容易丢哎。留住钱，黑色的、红色的，什么钱包都容易丢。不，红色的不行，红色的会那什么，会丢钱。粉色的、黑色的。哦。啊。嘿嘿嘿嘿，又见面了。昨天在咖啡店见到他们三只。没事。我只说他曾经怀孕。
什么？我会丢什么？我好久没有丢钱包了，我都找不到。你怎么算是帮我们的？如果他们知道我是给张雨欣养女儿的话，他们会给张雨欣养女儿。这个对话，同名，跟叉叉同名的女二。你妈永远感到不了安，而且我很担心你。以前是，啊，这个纸也好可爱，但是以后都是为了。可是要惩罚张雨欣的话，就一定要公开。我请最好跟张雨欣随时造访那个书院。没了。早点睡觉。早点睡觉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有用。哇塞，这两张纸还颜色不一样。不好意思。是徐人在看剧，他们有人也在猜你在看什么剧。这是徐仁的房间，我这是今天租借在这儿租借了快一个小时。哎，继续到哪儿？租借是要花钱的，不，杨红天，这不是你的房间，你为什么插话？人家钱的，连债主都没有说，我下次请你吃一点点啊。我想吃，辣腐，辣腐吃完对身体不好。那只是最后听不好。你不要说话，你说话这么，看这个了，这个纸袋，我好饿怎么办？哦，吃鞋子，鞋，我应该猜到了，它这么方，它应该就是鞋盒。哇塞！拆开了，拆开了，什么呢？我家有一个，哇，这个是兔子，兔子，上面有我名字。哦，这也是个可以放东西，定制的哟。张总啊，虽然我在遇到你之前交往过别的女生，但是自从我遇到你，也就是我爱上你的那天起，我心里只有一个真实之道。护照假？这我都知道。正好我没有护照假。哎，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所以你就不要分享，也不要哇塞，好梦幻的颜色哦，这个。你神经病啊！我每天都来这里工作，我还能看谁呀、啊？何晨啊，他来找你，你能不看着他吗？你怎么能这么想啊？那个思谦是我朋友，他是有所图。好像能脚比他小一点。你自己都说了。是不是？天哪，我觉得我是不是脚变小了？哎呀，试一下，好久没有买 A G 了，中间钱都去旅游了。咱们夫妻之间还有什么办法吗？说吧，什么事儿？
和脚，你脚突然又变大了呢？我没有，你送过我鞋子。我送你，你免了。算了，你都这么说的。我要挑一双最贵的鞋子。你要高跟鞋吗？不要，我要球鞋。要球鞋，球鞋贵的都是限定款。你多大码？三七。对呀、啊，脚还挺小。哎，放回去了。发什么？哦，发微博，想死。为什么？想到了文字，分享图片呢？发表情啊！你的腿就摆在我的面前，长长没有看不到。彩蛋，不，剩，我没见过这个款。最近没有怎么看，然后还有姐妹，这个在咖啡厅也看过了。啊，我可以把它拆开，我想玩一玩。它封的好严实，听说这个可以发出很多声音。我会给你看一天这个了吧？什么？烤肉吗？做饭视频。谁做饭啊？别人做饭。杨慧婷也不会做饭，但他想做饭吗？我找到一个便捷的拆开的方法，从侧面拆。千万不要相信女生不能打开快递，那都是假的。在拆快递时候的那力道就知道了。我从小就能拆，就能拧开矿泉水瓶。你这叫破坏。完了，它里面还有个绑上去的东西，对吧？我得从侧面再把它扯开。没有带道具来，失误了。嗯。天哪！我觉得我遇到了瓶颈。太难看了，车子。收破烂的感觉，这个拆机。你只要把垃圾放在那个过道里就行。会的，我会扔到那个垃圾桶。我怕走廊太多，明天阿姨打扫也不忙。哦，继续。我还是应该拆胶带的，不应该这么任性的扯掉。就是后面的，这就很简单。拿出来，怎么玩儿？说明书在哪？说明书还在前面，我还是要把前面拆开。好了，终于把它搞定了。
没想到你落到我的手里是这么出的。这里面什么？海绵吗？你们俩还蛮开心的。你们偷我戒指的事情，咱们还算个账。这个戒指本来都不是你的，是被海涛拉了的。然后呢？这件事情暴露出来，你应该怎么解读啊？可是你哥哥呀，他为戒指的事情，他是不肯研究一下。现在几点了？应该结束了，已经。这个放电池，放电池。电池从哪放的？电池在这里，但是怎么拿？你这么一讲，拿没有螺丝刀。哇，这样可以。快了，快了，就快拿出来了。拆开了，我好棒。跟您坐在一起了。好，这头最乖了。还差一点。以后啊，再给你一个家，你在这住啊。来，看看，耶、yeah ！你看这是什么？咸酱油、鸡蛋、拌饭、加紫菜。哦，我想吃。就差一碗饭，其他我都有调料。哦、楼下呀，楼下有大米饭啊。怎么蟹烧的饭好吃？我吃饭很挑剔。啊，我想之前我去泰国的时候被安利那个泰国香，对，它出口的，那叫什么香米来？正，我也想吃三碗饭。我也想吃冰淇淋，就差个爷爷了。太好了，电池安上。你去找丁磊了。再把它封起来。至少是你，不是太明星。我听起来。这么说，张雨欣也知道你跟丁磊的关系。嗨。不是的。看见了，对啊，我们东北也有香米，是那种长细条的，应该都有吧。好久没吃了，就是。继续快，加速。我也在找他。哎呀，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我妈，我真的快急疯了。好嘞。开关是什么？你不是想找他，你是想把他藏起来，因为你要是疯了。嗯？没有反应。呀！为什么大嫂又回来？感觉在切包菜的那种声音。你看，都是没亮吗？还是中式？背景是电视剧。每次。天哪，他为什么不亮啊？电池是新的。我已经查过报案记录，当年是在江宇报的，明明就是丁磊。你别说这样就行了。家伙大嫂把一个人，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你去过江宇，对吗？电池没撞反。哎呀，都锁进去了，还要先检查。不行，我好想玩这个，突然越是弄不好他越想。我一定会找，我也会把这个搞清楚。
哎呦，飞唇。终于亮了，还是电池搞错了刚刚。出声啊！不想再看见你，甚至在你这个地方和你呼吸一样的空气都让我恶心。那我恶心。怎么才能出声？奏出来。送你的礼物，发卡。嗯，他走了。他回来了。嗯，他今天回来了。他刚回来。哎，我没看见他刚刚。啊、哦，我要去找他一会儿。哇，这怎么有个空袋啊？哇塞，这个是。最哦，他去那个。那个恐怖医院。我再来演奏一会儿去找，再沉。
没有一个在调上。如果这段时间被定的一切是正经，那他一定知道所有的事情。找不到调哪个洞。妈，慢点开，开这么快是要去哪儿？妈带你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那你快说呀！张晶，好吵啊！好吵啊！你怎么这么吵？而且你不在调上。哎，我爱你。但是我知道，孩子的爸爸是陆思琛。只要管上宝宝回家基金会，就一个上面。进啊！门口有卡。那你找到孩子以后。嗨。在直播吗？对。我该说话能听见吗？可以听见吧？不知道。那我刚刚只要有那个孩子。我刚刚收到了，这个是你从那个买的。我点错了，我说不是，让我看一眼先。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我总是给。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哇！好悲壮的声音啊！他们听到了吗？走在他的路上。那我没有说什么吗？我给错了，那是给赵月的。给错。我就看看。哦，给错了，竟然给错。这个才是给你的。谢谢，我的应该会更好吧？更好，哇，真的更好哎！等我藏起来，我不看了，我刚刚还直播看了一下，啊，哇，更好，真的，这个更好，哎，不行了，收了，累了，该不，其实都挺好的，因为你给我才能送到礼物，所以给你的更好，是，耶、嗯， yeah, 来，我来为你演奏一首，不要，我刚刚，我怎么，我连昨天都没。那刚才没听见吗？没事，你确定啊？你吓死我了！我回去了，没有，我给错东西了。拜拜，拜拜，拜拜，不要紧张。哎，我好紧张啊，突然。好难听啊！我弹的什么东西？哦，密友刚刚出去的。哎，先把你关一会儿，省一下电。我刚刚拆到第几个了？第十，哎，不管第十几个了。哎呀！啊，这个还没有拆完。这个是那个乡村爱情，什么东西？乡村。这是那个蒲公英，好漂亮的，亮闪闪的。哦，是个音乐盒。哎，这才是正经的音乐吗？放进去吗？这哪个是前后呢？这个是前面吗？这个背景真的是这个剧。
找到了。哦，这个上面还有刻字的。哇塞，好厉害，还看到。这个该怎么用？老公啊！天哪，我不会，我不太会懂嘞。你在这方面太有天赋了，我想正式升为领主，好好培养。你的意思是，你正式升我为徒，我以后可以跟你学习刺绣？嗯。老师，你对我真好。哎呀，还真是奇怪。哦。第一次帮你梳头发。帮我同行。哦，听出来。哇，好好听。刚弹的好听太多了。手酸了一点，但是真的好好听，我还想再听一遍。哇，这个好厉害，科技这么发达吗？这个是什么原理？它出来了，这个一张纸就是一首歌。好好听，就是真的。可以自己调速，摇快一点就好听。哦，还有一首歌是吗？这是还有一首歌吗？那我再来听一下这首歌。常常这样想，好怕把这个搞坏了。把你这个小瓶，哇，好长。那从这里开始。嗯，这个是可以自己打的吧？这个没有声。但是我该怎么打它呢？哦，这张是 DIY 的。按照刚刚那个来说就。这是在这上面每一条的地方哪个调是打。哦，我再研究一下吧。好长哦，可以打两首歌。哈哈哈哈，好厉害啊。那把它粘起来。再来一遍吧，刚刚不太熟练。好，再听一次。好，开始演奏了。从副歌开始。我觉得我们来了，我估计上一星期就把它带走。
做不到。不知道你想到你爸爸跟奶奶可能会受到多大的打击，就算多大的你呢，这些年在失去大伯父的痛苦。又完成了一次，感觉这个节奏感很难找。谢谢。你刚刚本来弹的时候很想唱出来的，但是因为实在太好听，又听了一遍。收手臂。好神奇啊！真。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吧，这两个音乐盒，然后我回房间再把它放到柜子上面，放在一起，不要失望。这个是打孔用的吗？可以自己打，但是我估计我打出来的音乐就不太对的。收起来。拆礼物的时候，感觉通过礼物能感受到大家在选的时候，就是能够想起我的这种心情。每一份礼物都有不一样的意义，感觉很开心，收了这么多。好像还有两份，那我就继续都拆完，然后我再整理吧。这里边还有，还有这个。米奇和米妮，我这个袋子就不拆了。啊！我又错过了我的电视。你可以调回去的看。我刚刚看到他们打起来了。难怕你跟我说一句对不起。抢钱包。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没事，去找父母。你离开了这世界。怎么吵起来了？这个电视剧，哎呀，好想关掉它，一人也不看。那我再看一下。这是什么？哦，领带。知道这个是谁送的啦，我都写了。哦，还有三封信在一起送。你就想把校长的位置传给大人。先拆这个。你看，我绝对不会认输。你们谁也别想随便赶我走。这个，真的演着吵起来。粘贴的粘力好强。还有一张整整十七年，以后有机会一定会能看到公演，说不定以后我们还会去各个剧场巡演之类的。高考加油哦，没有几个月了，希望你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加油。哦，这一封。
个是布织布做的吗？缝上去的。你也缝一身的，我把药酒带大吧。你是说车上有个男人？那这么说，那是大嫂把你妹给扔掉了。你为什么要说？你为什么要编造这种谎话来诬陷大伯母？你信里面还有一小的纸。你快点想起来。啊，行李牌，行李牌。明天19:30，韩数据补水，因为遇见你。我是一辈子。3月14号的早上。这一天。那就是12天前。12天前早上。谢谢，看到了。这个是手做的呀，那小叶子很可爱的。我怎么会拿你的东西呢？刚才就你一个人在这个屋里，不是你拿的，是谁拿的？这个是那个印上去的。拆开会不会坏掉？嗯，太好了，他演完了，他不说话了。哇，这一封很厚啊，270多天前。嗯，这过得好快，用3封。字真好看，哎，好多心里话呀，真是。我回房间再好好看。之前几天大家都应该在就是忙各种那个布置啊和装袋子的事情吧。我看宁元带准备了那么多东西，真的辛苦大家。这个领带也是送我的，这绿色很好看。之前好像有一条类似的，但是花柄不一样。有机会穿制服再戴。哎呀。哦，还有领结，有领带，有领结，那个酒红色的，咸线同款，这个吗？突然兴奋，是那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哪一种？这里面还有贝雷帽。哇，这个歌也是给我定制的呀，太厉害了吧！这个是手戳的吗？那个羊毛毡手戳的吗？那粉红色的字，哦，还有衣服啊，汉服吗？房间里刚刚有人，现在又出去了。这是小徐的房间。哎呦，我怎么进去开摸不到？还有一个。哇，这个是一套的呀，一整套。上衣、裙、女裙吗？好有分量啊，配色好好看，我夏天的时候可以穿。我现在头发的长度还挺适合做发型，先收起来了。
第三封信我也放到信封里，信箱里。哎呀，我这个袋子是随手扶的，随手扶里。那最后还有一个鼓棒，我敲坏好多根了，这个看起来质量应该也挺好。怎么突然安静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星巴克。星巴克的杯子，我猜。星巴克的什么？会员卡，不能。星巴克的，是杯子吗？哎呀，哦，真的是杯子。还有一根笔，哎，不是，这是哦，是杯子。干杯，为我们大家的友谊干杯。这个笔是干嘛的？给我自己写的，是白色的。怎么出水？没有水。完了，这笔是不是出问题了？没有油，没有油，就，完了，没有水，涂改液，想涂改，没事，先让它晃一会儿。来，先放到一起。还没有留纸条，这个袋子里面，好，目前我拿到他房间的东西已经拆完了，这个是大家给我的那个合集的信。留言，哇，曝光了，拍的好白，哇，谢谢大家，我都是 Melody 的纸看到，有的感觉像拍。再提前十个月祝我生日快乐，现在拍公式照的感觉，不是，就是，哎呀，真好，去年也有一本这样的，前年也是，我都有留在房间里，他们可以在一起了。谢谢大家送我这么多礼物。哎呀，不，目前今天也就是拆了这么多，大家也都看到了。然后现在几点了？我11点多了，我一个半小时，那就
我去整理东西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月底还有两场公演，31号跟4月1号。马上18闪就要结束了，最近在新公演排练，大家知道这几天可能也可能会来徐人房间来玩玩直播，平常就不开了。好，谢谢大家，昨天真的很开心，然后就先这样吧，大家也早点休息，拜拜，我先挂了，拜拜。拜拜。